狗狗是可以吃蛋黄的，因为蛋黄中富含丰富的高生物价的蛋白质、钙、磷、铁等矿物质和维生素，可以很好的帮助狗狗补充营养，并且蛋黄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狗狗美毛，还可以帮助狗狗预防皮肤病，是对狗狗非常有利的食材，脂肪含量也低，狗狗吃了之后可以很好的消化。蛋黄中含有的卵磷脂被狗狗消化之后可以释放出胆碱，胆碱通过血液到达大脑，能促进狗狗大脑发育和避免智力衰退，增强记忆力，并且卵磷脂还可以促进狗狗肝细胞再生，机体新陈代谢，增强狗狗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还有就是蛋黄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可以帮助狗狗过滤有害的紫外线，延缓眼睛的老化，预防视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